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Logo shot, logo shot, yeah. AB 的身体状况感觉上在跑步的形态上面是变得比较好一点的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吉林工程师放弃了特坏啊，选择 AB， 那其中可能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厚度啊，对，把握住这些三分哦。团队的四个三分球，那工程师这边也投进了三个，包括一开始先发朱运豪的两记，高国豪左边的上篮有拿手的好些，单手带球。在对手在外围去做攻击的时候，做一些低位低线的压迫。这边是高国豪投进了 long two。班尼特应该要在这一节去做一些得分的进账，进攻应该要更果决一点。是，连续的得分，这对工程师来说绝对是好消息。差距一分，再回给 AB， 在 Sunny 的面前干拔三分。哇，想象空间啊！国豪这次上篮就有哨音了。有问过冠伦教练哦，他还是觉得 AB 还是有面框的能力，所以还是愿意把他留在队上，因为毕竟他还是蛮果决去做出手，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。据说赛前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草莓甜甜圈哦。哎，这边 Artino， 这个两个锋线已经有做好他们的工作了。国豪罚球线的跳投空心，高国豪的得分来到双位数。剩六秒钟，再交给国豪。小水这边是一个完全的空档。哇，这个位置是蓄意的这个乐趣哦。先用进攻去做一些在第四节的一个配置。是，国豪。现在简单的不要，大家都难的。就是以进攻为考量。好。高国豪上篮，这个时候有少爷比分接近的，两罚一中。哇，远边的高国豪，现在都要抢分了。